你会有一个那么美好的未来，只不过那个未来里不会有我了。由吴磊、侯明昊主演的《启航》当风起时，此剧是一部刷男主年代剧，两位当红流量小生当年代的大梁，网友开始并不看好，开播后完全打消了顾虑，演技精湛，代入感很强，让网友眼前一亮。吴磊饰演了萧闯，崇拜周润发小马哥，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英雄，他敢闯敢做，思维灵活，一看就是商业奇才。侯明昊饰演的裴庆华，为人踏实，擅长搞技术，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竟然成为最好的朋友，工作上的最佳搭档。谭越也是计算机系的高材生，因为父亲的缘故跟萧闯和裴庆华成为朋友，三人经常一起喝醉聊天。谭越一开始暗恋裴庆华，但后期工作上跟萧闯接触较多，谭越最终明白他对裴庆华是敬佩多于喜欢，而他真正爱的人是萧闯，他选择跟萧闯走进婚姻殿堂。裴庆华失落过，但最终释怀，选择祝福俩人永远幸福。当在胸中迎面吹呼啸的风，